每一個男士咧，其實背後都有一個好感人嘅故事。等於佢以前對一啲家庭、對啲社會、對而家咧一啲子女嘅責任，或者係自己開心嘅嘢，我覺得都應該可以用文字寫落嚟，作為一個歷史嘅見證。有啲乜嘢想同爸爸講嘅？寫低佢，登錄呢個 Mr 網站，大家一齊分享下。